神秘的人先别问，先伪装安分，爱试探的眼神正泄露着几分心机，也许要等万种可能，一直认这一个身份，千丝万缕的线索勾起了那不宁的心神，独行人独家圈独家梦独家魂，我们已构成第一人称，背过身猜的稳猜的准猜的很猜猜我细细游戏的分，独行人独了圈独了梦独了魂，想问究竟谁最终获胜，不这又怎么变人，谁是我苏瑶，苏瑶，喂，我要你签署不追究我一切责任的协议。等我远走高飞离开这儿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告诉你他们的下落。马上想办法联系康丽萍，不管康丽萍有任何要求都满足她。明白，在见到季总他们之前我们不会轻举妄动的。我已经派人报警了，我们要尽全力配合警方行动，千万不能有任何差池。爸，好消息，康丽萍那叛徒死了。董事长，这下没人知道季总他们的下落了，现在怎么查？我们也协助警方去找。好，我手机。你也去。有人吗？救命啊！等等，这里应该离海不远。我们应该是在一个集装箱码头上，现在才2:48，等天亮了，天亮人多一点，或许能听见我们的敲门声。好，
按照目前最坏的打算，我们要在64小时内找到他们，否则他们两个都会撑不住的。有线索了吗？我看了游乐场提供给我们的监控视频，这辆是最可疑的，而且它的车牌还被刻意遮挡了起来。智慧面包车太常见了，很难查。据我之前的了解，康经理名下只有辆奥迪 A5， 这辆车很有可能是租的。我负责城东所有的租车行，车系归我，我去告诉警方。阿伟，哎，去，把我舅上个月刚开一瓶红酒给我拿过来。季少，那瓶酒可是陈总的宝贝，他自己都不舍得喝。我让你拿就给我拿，你废什么话呢？我才是我舅的宝贝，拿去。不要给他拿。舅，你先忙去吧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来这儿喝酒？哎，舅，那季承川他不都要挂了吗？是吧？我以后就是咱公司第一继承人了。猪脑子啊！现在正是你正表现的时候，你还不回去帮你爸找人啊？哦，舅。还是你接我，我现在去。哎，等等，我让你帮着找，不是真的找。啊？找？假装找。反正康丽萍都死了，他们藏在哪儿没有人知道。回到你爸那儿，装装样子，泡死他们。啊。懂了。秦昊，你说我们会死吗？不会，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谁说我害怕了？对不起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我们是搭档，不用道歉。你说他们在找我们吗？当然了，你不相信沈双双还有顾子俊吗？那可不一定，通常情况下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去火车站跑路了。那要照你这么说，江南轩估计已经在去国外的飞机上了。别怕，要相信他们。邱一眼大哥，你说邱一眼，邱一眼大哥，不是，下班了，邱一眼还不行吗？下班了啊！你这个人真……跟你说话真是费劲。你好，租车行是吧？请问你们最近有没有往外租一辆金狮的车呀？没有，不好意思啊。老板，能看一下监控吗？哎呀，没空。行，来，跟我来。哎，你好。请问你们最近有没有往外租一辆金狮的车呀？
没有，不好意思啊。行，谢谢啊。我们车行监控系统的账号给你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啊，你好，租车行是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最近有没有往外租一辆金狮的车呀？没有。谢谢。好，康女士，三天前您在我公司租的一辆金杯海狮箱货，现在有一个在江海码头入口的交通违停，需要您在15个工作日内带着驾驶证去交管局接受处罚。祝您生活愉快。谢谢你，也祝你生活愉快。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？是小时候，在宇宙岛。那最不开心是什么时候？那当然是你拉着我去领结婚证的时候。Thank you.
宋瑶，你知道我昨天叫你来游乐园是想对你说什么吗？已经是最后一家租车行了，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已经过去50个小时，这要再找不到怎么办？肯定有什么地方有遗漏。警察那边我刚联系过了，他们暂时也没有线索。等等，我好像找到了，你们看，前挡风贴了一排年检标志。中间这里没有反光，说明少贴了一张，就是这辆车。哇，柯南啊！开玩笑，我双蝶可是能从30多辆一模一样的保姆车里面精准定位他爱豆车的人。牛啊，追星女孩。行了，好，你弄吧。你能还原吗？应该没什么问题，虽然记录已经被清空了。但是所有的车载导航都会连接卫星定位系统，只要捕捉到一个点，就能通过北斗系统复原所有的轨迹。找到了，我马上通知警方。警察急救车和盛思林他们也马上就到了，咱们一起帮着找吧。好。指挥，每个人负责一个区域，地毯式搜索。Understand？ 对。Go go go！ 发现
老板说 B 区43号那边有动静，动个屁呀！我看就几只耗子，等我回去看看啊！快，B 区有动静，快！注意注意 ，F07区有集装箱冒出烟雾。所有人去 F07区集合。在那边。
有什么呀？还不是怕你死了？托你的福，命大。有没有不舒服？没有，壮得像头牛。真好，我们都还活着。真好。救命恩人来了，请船起开。让宋瑶躺下，宋瑶还没好，你赶紧让她睡。你对你救命恩人就这态度啊？宋瑶，身为你的救命恩人，我就再委屈一下，以身相许给你吧。你看，董事长。嗯，你们先聊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坐下。啊，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？没什么问题了，不用担心。啊，安心治病，把身体养好。康丽萍的事儿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我们聊聊吧。好啊，坐。你喜欢我吗？现在呢？哎。是不是没那么喜欢了？啊！所以你喜欢我这件事，是个误会。不对。哎，你把眼睛摘下来，让我再品品。啊！你是天仙下凡，好好养病啊！慢走，程程哥哥，我来看你了。我都听说了，这康丽萍本来就是冲着宋瑶，你是被牵连的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宋瑶来历不明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非不信。谁知道他这次又惹到什么人？够了。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别再诋毁我太太。我这也是关心你啊。梁静怡，你是不是太闲了？喂。喂，静怡，在哪儿呢？我记得你快开学了吧？这样，明天呢，我安排人送你去机场。我是把你当朋友才跟你说的，千万别跟别人说。我就说呀，天神一般的我怎么可能看得上平平无奇的你呢？谢谢你，以后别缠着我了。好嘞。
哎，你堂堂季总怎么偷听啊？谢了。你对你救命恩人就这点诚意啊？以后我们是朋友了。谁跟你是朋友？记着，我永远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我操！不，盛总，我就想和你说声谢谢。不是我，盛思林，你怎么连病人也欺负啊？我没有，我这不是。没事。走吧。我刚去倾听。季承川，你怎么有绿茶属性啊？累了吧？那你就早点休息，睡一会儿啊。你陪我。啊！我得回我房间睡。我头疼，我头疼。嗯，那我给你揉揉。好，来。来吧。你说你干嘛这么着急出院啊？病还没好利索呢。嗯，我不喜欢医院消毒水的味道。啊？而且。而且什么？盛思林每天都过来。嗯。而且我只喜欢你照顾我。好，好。伤应激后遗症，主要诱因是火，我建议他尽快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。好，谢谢啊，王医生。哎，季承川都快要进入董事会了，你得想想办法呀。姐，这都是姐夫安排的，我能说什么呀？哼。嗯，三分熟，刚好。康丽萍的事有结果了吗？凶手的手法非常干净，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不过警方已经开始从其他方面调查了。他的死太蹊跷了，我总觉得和15年前那件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进。季总，董事长吩咐我把这个交给你。他说：“这是他给您的交代。”辛苦了。
这个是。看来季红莲打算借这一次年会，推举我进董事局。这也算是季红莲的一种安抚了。我会趁这一次进董事局的机会，尽快查出那枚袖扣的主人。我想真相离我们不远了。这两位就是小季董夫妇吗？他俩最近在网上好红呢。董事长。董事长，陈总。陈总。欢迎各位来宾出席成天集团的年度盛会。首先，让我们请出董事长季红林先生上台，来完成成天历年的传统，点燃象征集团美好前景的火焰。有请。小华，你既然有心提携程川的话，不如这次点火仪式把程川带上，也算是给孩子一个露脸的机会吧。有心了，舅舅。让开。Oh no.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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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
夜风让我们靠在一起，你说流星有没有秘密，月亮是不是假装清醒，就像我就像你表里不一，一双黑白